先。好食。嗯。值得推薦，一定愛嚟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这一家。今天就带大家去一次 Yakiniku。我这一次的 Yakiniku 就比较特别，我们去吃buffet沙拉。哦，这个 Yakiniku 它是在 Gardens Mall 的啦，它是在那个伊西丹的三楼的里面呢。Let's go。这个就是猪猪亚基米库啦，是$185，是 come with 那个汽水啦，这个255的话就是有酒的啦，这个就是细路仔啦，114cm 到 140cm 啦，所以你可以选你自己这些这样的 sauce 啦。Australia 滑鱼的话是一个人是给你两碟的，所以两个人来的话就四碟啦，其余的嘢嘅话就冇 limit 啦，你食得几多嘅话，你就可以教嗌几多你食啦。但系个 limit 嘅时间就系90分钟嘅啫。所以呢一度就有啲海鲜啦 ，mussel scallop prawn squid 同 baby octopus 啦，有啲菜俾你啦，咁有啲前菜啦，好似 kimchi 啲咁嘅嘢啦。除咗烧烤之外嘅话，佢都有呢啲cold noodles 啊、冷面啊或者边边包啊呢啲咁嘅嘢俾你食嘅。soft drink 嘅话就呢度啫啦。Green tea, corn tea, grapefruit, apple juice, mango, orange, coke, sprite。 后面这些就是你叫阿拉卡的啦，就另外加钱啦，或者你不爱来这里吃buffet，你吃阿拉卡的话都得。但在这里都挺多不同选择啦，所以你自己考虑一下，如果你不吃不是很多的话，你就不爱吃buffet，你就阿拉卡啦，价钱就在这里啦。試下啲前菜先啊！呢個係 kimchi 嘅嗰個白蘿蔔，我中意啊！哇！要食快食，好嚟！好好一樣嘢，佢呢一個係咪抽風機啊？好強！我完全好少嘅味道，燒烤味好少啊！但系就你好強，可以睇到個煙啊，猛索猛索猛索，佢連我個火都去索上去。哇，正啊！哇，要 OK 可以食啊！試下佢嘅牛肉啊！哇，出煙啊！原汁原味試下，好香牛味。嗯，因為普通牛唔係滑魚，整嗰個攤個鱷魚都滑魚俾你哋先。依家就食滑鱼啊！食完都原味先，好系，香牛味，好嫩啊！但系呢度有一个 special sauce 啊，就系佢嘅自己嘅酱啊，好好食，哇！点咗个 special sauce 仲好食。哇，好好喝啊，值得推荐，一定爱嚟。佢呢个火好猛，因为佢系用煤气啦，我美国冇咁中意啦，可以炭好啲啦。你睇我所翻系成只。我哋又嗌蝦啦，整個好中意佢嘅蝦就係啊，佢嘅殼已經剝咗噶，係除咗個頭有殼啦，佢身嘅殼已經剝咗噶啦，所以你可以一直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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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佢嘅蝦，都已經翻盤啦，同埋個牛肉，哇正！哇，你睇佢個 scallop 幾大粒，哇，試下成粒食。好新鮮，好好食，
买了吗？哇，咁快我哋又食完咗啦，好饱啊，真系好饱啊！唔饱边度叫 buffet 咧？系咪？超级饱啊！系啦，但系咧，佢呢一个 buffet 好好啊，佢就唔系就系食和牛啫咯，佢有好多 varieties 嘅，俾你选择可以食下海鲜啦、scallop 啦。嗯，所以有好多选择啦，你睇翻个 menu 啦，等然后佢嘅价钱就$185 plus 呢个就系有汽水啦，包汽水啦，你可以拣啦。啊，咁如果你啊有包酒嘅话就250 plus， 细路仔嘅话就110cm 以下就唔需要俾钱，就系以上正需要俾钱 ，which is 90啦，系啦，嗯，如果十分满分，你俾几多分？7分咁样啦。因為如果佢啲和牛佢係 Australia 或要唔係 Japanese 或要，可能我自己本身比較中意 Japanese 或要啦，係好硬咯食落。係啦，頂噶，佢都好多選擇嘅，好多唔同部位。反而我覺得係咪啲和牛唔係最好食嘅？係啦，普通嗰啲蝦啊蒸會好食噶，係啦，我哋嘅蝦都 encore 咗三擺，到都係食咗18隻啊！自己就本身俾7.87分啦，所以你哋就 decide 睇爱唔爱你啦。所以如果想嚟嘅话，就喺伊士丹嘅3楼 The Garden Mall 啦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就记得支持下啦。我哋下次再带你发掘更多美食。系啦，所以呢个影片就到呢度啦。记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，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